老板，快给我做点饭吧，饿了。最好能做点，马上就吃。那我给你煮点面吧。行，面没营养吧？我这喂孩子有营养。简单的面，你等着吧。嗯，好。一会儿吃这个吧。要边汤的，边汤的，是吧？人生百味，只此一面。你看这是面条。啊，哎，面条呀。哎，看着像味千汤。没有味千，你看这一整袋全汤，古法原汤包，它这个号称是用千岛湖的水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面好吃啊，主要就是好吃在这个汤上了。哎呀，迫不及待了，这啥都能好啊。哎呀，我看着肉呢。嗯，该你的了。你看，连碗都是用它简单的碗。看这肉块，媳妇看见了吗？嗯。这碗具擦第几遍了？哎呀妈呀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他说。嚯！还行。你闻着味儿了吗，媳妇？闻着了。我刚刚说，哎呀，我这香味儿了。我把面给你下锅里，然后我去吃饭。好，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媳妇儿，你尝尝什么有？好，我想吃再软点，熟了，嗯、但是我喜欢软一点。那再煮。要不菜，哎呀，明天要不然把餐椅给他递去。这个小锅其实煮这面不是特别方便，媳妇。那用哪个？他每次倒它都撒汤。你肯定，我肯定得给你放这边了。你放那儿，它就扒了。行，放那边。你放这边，然后我抱着它，你先吃。妈妈给整米粉吃。你晾一晾，然后正好我那个啥，我吃两口，然后到时候我抱它，你好吃。好，这也第一，等会啊，马上就好。你这个快，你这个快，嗯，啊，着急了，你看他急的，嗯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直夹着嘴，你看着了吗？嗯，急的直夹着嘴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夹着嘴，那得凉一凉，这有点热。给我二姑娘急坏了。嗯嗯嗯，好，尝尝，我尝尝啊。嗯，可以，可以。今天没给打泥，半门关上，或者稍微开一点缝行，但是不能直接开那么大。没办法。来来来，你妈这俩鸡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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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来来，哎呀，嗯，昨天整的那个南瓜泥，不用你吃，你吃完我再吃，我的面也那个啥，嘿嘿，昨天那个南瓜泥特别爱吃，嗯嗯嘿。碰上那个面，我给你端过来了。好，那你把孩子给我。那你会喂吗？我会喂。嗯，我从这边喂他。哎，你去找爸爸去。哎呀，爸爸喂的也很好哦，爸爸喂的很 beautiful 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把爸爸的饭盆都搬掉了。哎，真好吃。他这汤不错。小姨，小姨汤。他这个原汤里面还有个海带。就这么喂就行吧。嗯。嗯，别喂山上啊！导演，你记住的时候到。嗯嗯，太好吃，嗯，好吃吗？真好吃，哎，真好吃。吃饭的时候真安静啊，这家伙。好不好吃？哎呀，真香！然后再给它放回原来的位置。哎呀。嗯
你看这孩子让他二姑抱着，你就可以独享美食了吧？来，哎，这肉特别香，是吧？主要是方便和美味，它同时具备的。那、啊、对对对，你说千岛湖的水是真不一样、啊。那谁知道了？嗯。作为车友，你觉得这个面多少钱合适？嗯，三十一厘我都能接受。味道确实不错哈、啊。嗯，对，它就是真的，我是觉得啊，对于我来说，首先它快，嗯，第二它有营养。嗯，那方便面快，那我不能吃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，其实我也吃过好多类似这样的面，但是它真的就肉好几块，还挺大。嗯，好了，不跟你唠了，看看我们二姑娘。哎呀，你看这二姑娘，她二儿子，她二姑看见她了，启蒙。启蒙，爸爸叫你，小小万。好了，拜拜了，今天是我们家小小万的房车第一天。关注老万，一起分享房车知识。